大家好，这件国际聚焦在被外界称为美国后院的中南美洲，近年呢是大陆积极深入触角的一个领域。那么现在呢，2024年才刚刚过半个月，其实可以看到呢，大陆外长王毅他已经马不停蹄完成了非洲四国的访问。那么18号的时候，他是转往南美洲加强和南美的连结。而在当地时间20号，可以看到牙买加的总理霍尼斯他在首都金斯顿已经会见到访的王毅。那么霍尼斯他就强调，牙买加将会继续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，将牙中关系置在一个优先位置。那么王毅则感谢牙方的理解，并且支持中方维护的一个核心利益，也就是所谓的台湾问题。那么在这之前呢，王毅才刚刚结束在巴西的访问行程。当地时间19号，巴西总统鲁拉在福塔雷萨见到了王毅。那么今年也是中巴建交的50周年。当时呢，鲁拉和巴西外长维埃拉都强调，巴西从建交第一年呢，其实他们就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，而今后呢，也会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立场。During our meeting today, we discussed global issues and how we can contribute to solve those conflicts. We also highlighted our long-standing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.那鲁拉表示，巴中合作的基础是非常的牢固，品质也很高，潜力也非常大。中巴合作上到太空，下到大豆，中国早就已经是巴西最大的一个交易伙伴。那王毅则赞赏巴方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。那么其实呢，在此之前，王毅访非洲四国领导人呢，当时这四国的领导人的共通点，其实也都是他们都重申了，并且是表明坚定的支持一个中国原则。这也显示呢，北京在涉及台湾问题上，现在是很明显一个坚决的立场。那么由于时间点在大选之后，这个也是格外的引发了外界的关注。因为在看到呢，在一个现实层面上，诺鲁在台湾大选2天之后呢，当时就宣布是和台湾断交。那么如今又传出呢，友邦很有可能会外交的转向。那么看到澳洲媒体的一个独家披露，土瓦鲁呢很有可能在下个礼拜26号，在他们国内大选之后呢，就会转向承认北京。那么对此呢，外交部也在今天回应，台湾和土瓦鲁他们在多项的领域是有密切的合作。那么土国等高层在我国顺利完成选举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也是致电致贺当选人，并且呢是重申这个坚定的立场，两国邦交的一个立场。尽管如此呢，土国的驻台大使潘恩纽他还是非常的忧心。他在接受报道的时候，他就坦言，他说大选过后呢，其实土国很有可能就会跟进鲁诺，倒向中国。那么其实台湾在大选之后呢，国际各界是一直都非常的关注两岸未来的一个走向。大陆的网上也是不断的传出呢，是有关武统的一个声浪，包括在大陆国台办新年的第一场的记者会上，2024年的第一场记者会上，当时呢发言人陈冰华他也就被问到了相关问题，有关武统的问题。那么面对大陆现在内部呢武统的声浪是不断的高涨，华中师范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明庭权他就指出了，可以看到呢，他表示大陆方面是绝对不会承诺会放弃使用武力，这也就是说呢，大陆方面他们是有可能会使用武力，这个是大陆一贯的主张，也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总体方略构成的一个部分。那大陆的解放军少将更在节目中他就强调了，大陆现在会对台湾问题做一个最坏最坏的打算。解放军少将罗源他就表示，现在呢最坏是有3个可能性。那么第一点呢是宣布台湾呢很有可能是会宣布独立，第二点是拖而不解决的台湾问题，这个是陆方他们不可以接受，就是拖而不解决。那么第三呢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涉，强调大陆方面他们的立场其实呢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这个立场呢他们是用来表达善意。但是呢这个将军就点出，如果不自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，那么可能呢接下来就会付出代价。那么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他更指出了，大陆现在推进统一呢，这个进程确实呢是在加快，并且呢，他就强调，尽管大陆呢他们是拥有一个很大有力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，但其实呢，同一个时间也是有很多非军事的手段可以采取。专家就指出了，可以看到呢，刚刚提到的这一些，包括呢是在选后的敏感时刻，非洲四国、拉美国家等对于一中的表态，现在呢又传出了仅落弩之后。
鲁国、土国呢，很有可能会和我国断交，转向中国。与此同时呢，大陆的人民政协日报20号也发文指出，不可以让民进党既享受 ECFA 的红利，同时又违反了 ECFA， 因此呢，大陆排除 ECFA 被终止的可能性。所以呢，刚刚综合这些消息，种种的消息，在选后的这个敏感时刻，确实都格外的引发外界联想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